说到了现代人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快速的生活节奏很容易导致天天都要上厕所的方便问题也会变得很不方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带您来看看这些有贴心的新科技发明。无论现代人的生活多么繁忙，很多民众只要吃得棒、喝得好，加上睡得饱就很开心了。但是对于个人卫生等需求，不是难以启齿，就是不知道如何把这种日常公事变成一种享受。最近市面上广受好评并引起许多回响的新式冲水卫生座，更针对广大民众的需求设计出许多贴近人性的方便设计。由洗过渡到擦，实际上是人类这个卫生标准的一个升级，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讲，不管是男女老幼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是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女士专用的一个喷头，这样的话对于女士这个每天的这个清洁啊、护理啊，都是非常非常贴心、非常舒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获得世界专利的喷水头，能使喷水聚集不发散，帮助方便通顺。我们多加了一个叫通便的功能，就是我们有个特殊设计的专用的这个喷头，它喷出来的水柱可以帮助你每天的排便变得非常的顺利、非常通畅。这对于很多人来讲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在新式冲水卫生座的帮助下，方便时令人难以启齿的隐疾也将会迎刃而解。这样我们如果是每天的排便过程都变得非常的通畅、非常的顺利、非常干净、非常彻底的话，对这个痔疮，可以说没有痔疮的就不容易生痔疮，有痔疮的都可以非常自然的愈合。新一代的智慧型卫生座不但清洁容易，更采取特殊 ABS 防菌材料制成，以确保消费者的个人卫生，少一点摩擦，多一份温柔，将每天的身体循环净化成一种舒爽的享受，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东森每周新闻，王湘玲、王真德，洛杉矶报道。